呢个 channel 咧系做一啲关于游戏嘅新资讯同埋直播嘅，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魔人。咁啊，今次翻到嚟咧，就同大家攞呢一把嘅结晶小刀啦，同埋呢个地方咧系会有埋呢一个嘅无限段造石嘅一样物品嘅。好啦，我哋再睇睇呢个结晶小刀嘅战技先。碎步啊，其实就系快速移动咁解啦，即系我哋碌嚟碌去嗰啲闪避都有噶啦，唔知点解佢加咗落去，可能系容易少少闪咁解啦。嗱，佢需要咧就力气80，考12同埋智力9，相当之简单。嗱，攞完呢把嘢之后咧，仲会有个结晶人 boss 打嘅，打完咗之后咧，我哋会有呢个锻造石矿工的灵珠一啊。我哋翻到去呢个嘅大赐福咧，就可以揾翻个孖生婆婆啦，跟住咧就交呢一样嘢俾佢啦，我哋咧就可以咧无限咁样买呢啲锻造石一同二啦。跟住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呢个嘅雷亚卢卡利亚结晶矿道啦。嗱，呢个地方点行去呢？又系啦，我哋如果由呢个嘅关卡前方一路行嘅话咧，就一路要行上去嘅。佢附近咧就系魔法学院啦。咁魔法学院嘅右上角咧，大家咧见到我 mark 到嗰个位咧就系噶啦。跟住落嚟咧，就系我自己咧喺呢一个矿洞入边咧走嘅路线啊。咁如果大家咧头先嗰度咧已经睇得明嘅话咧，咁就可以唔使嚟呢度啦。咁如果大家咧系荡失路嘅话咧，可以睇翻呢条片嘅。好，我哋今条片嚟到呢度，下条片再见。希望帮到大家，如果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，拜拜。
弟们，睇到嚟呢度咧，条片已经完噶啦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咧，可以揿落去加入会员支持我嘅 channel 嘅。仲有就系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， 等佢唔好错过一啲游戏嘅资讯啊嘛。